浑圆饱满的生煎包煎得恰恰，摊位前排满，等不及要大快朵颐的饕客。终于等到出炉，金黄酥脆外皮配上咸嫩内馅，让人食指大动。脆皮啊，里面肉多汁，好吃。这是台中海鲜新开的无漆中港夜市，人气王，还有脆皮猪五花，烤得像饼干一样，咔滋咔滋，搭上呛辣生洋葱，口感更清爽。香，很脆。而若想要吃到饱又不想花大钱，有网友挑战用300元逛夜市。 台中汉西夜市300元可以买一份90元墨西哥 cheese 炙烧，还可以买100元的紫米芋泥 cheese， 享受堆叠交织口感。另外再来份80块的牛奶烧和古早味凤梨冰，以及外酥内软的臭豆腐，这样总计385元。转移阵点到台中忠孝夜市，玉米葱饼和梅阿珍通通铜板价，还有特殊的剥皮辣椒汤包8颗110元。鹅阿珍大分量煎成脆皮。 一份80元，口渴了来杯红茶，预算台绰绰有余。夜市美食聚集地，各式好料大搜罗。记者王俊杰、新闻中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